在直播吗？没有没有，这研究这个东西。它是自动，哦，这个好。它是以什么判断那个？这个物体。就是跟那个东西动，人动它就转。对，跟踪的。这个好，这个贵吗？这个是主要是这一块。600多块钱。哦，这么便宜啊！啊，这个可以。如果是你把这个放在那，或者这个位置，对对对，漂亮。 要不用人了就。放在这里，他们愿意吗？不能放在这里，我肯定放在那个地方。不放这里吗？放在上面。放在拐角，我拍照的时候放在那里。哦，你这是拍照，不是用来？这是录像。你不是直播的呀？我不直播，我录下来就可以。直播可以的。直播有这个，因为它是随着人动，就是这样的。不用人跟着走来。 Thank you.
快上！